无动说跑步，每年这个时候，跑者世界都会给我们带来世界上最好的跑鞋。获得编辑推荐奖的是布鲁克斯的 Ghost 时代。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？请看视频。如果你期望买一双，那么双十一好机会，564元就能搞定。如果你是个越野跑爱好者，编辑推荐奖 Hoka One One Speed Gods 二代，超级山羊二代，双十一价格1180元。荣获最佳新秀奖的是锐步 Float Ride， 这是刚出的跑鞋，遗憾的是在天猫上我没有找到购买的链接。荣获最佳升级奖的是阿迪达斯 Supernova， 对这个基于 Boost 中底的跑鞋带给你最佳的感受。而且双十一你能够用385元的价格就买到它了，太棒。最佳购买奖就是我手上的这双亚瑟士 GT2000 五代。如果你是一个足弓略偏低的跑者，那么选择 GT2500 是你最棒的。为什么？从单品角度来讲，这是世界上销量最好的一个单品跑鞋。世界上最棒的五个跑鞋，你拥有其中之一吗？抓住双十一好机会，你可以买一双跑起来。欢迎关注微博无动说跑步，下次见。